把15了，刚刚那个惩戒没按出来。我看他战绩他是单排的，单排赢一剑嘛，这么厉害。不管怎样，对面这个辅助他是有东西的，你只需要记住他是有东西的，就 OK 了。 看阵容啊，这把阵容怎么这么离谱？一个控制都没有，这选的都是这么自私的。这把队友选人选的好自私啊，真的。选的都是什么人啊？看不懂啊。坏了，下路一级就记了。这辅助不光搞 ADC 心态。 失误了，可惜，可以摸眼出去杀。 可以，没 K 二柱啊！你装什么逼啊？非要来野区看我？ 非要来我野区看我，我长得这么帅吗？这把水友是谁啊？啊，他把我野区吃了，全吃了。 好恶心哟！这狗脚鱼喜欢偷野怪，刚吃完，刷上去了他。啊，这波下路还抓不了，下路这血量怎么抓也抓不了。 对面皎月这把还是日炎呀、啊！哦，这把好难赢呀、啊，压力拉满的兄弟。坏了，他没更新装备啊！我操！ 他更新装备，这波杀完了呀！他这波好贪，他要吃我石头，然后可以抓到他。
日眼皎月很恶心啊，我玩过日眼皎月，这个操作难度系数很低啊，这把估计要给他赢了，真的。这对面上路怎么稳的跟屎一样啊，哥们儿。直接把你揍了啊！我这手野区啊，不然野区要被这个逼吃的。这波得去守野区啊，不然野区要被他吃了。这皎月没什么压力啊，三体他队友都是优势啊，这上路两次还是我抓死。这皎月玩的没什么压力啊，玩的好爽。我操，开摆了呀！我这波杀了四个人，我的天哪！能看一下吗？坏了呀，这上路还打不过，我操！坏了坏了坏了，全路崩，全部都是崩的，直接给主播这么大压力。好嘛，刚吃掉的，推线吧，直接这波直接给剑魔做了。单吃了 ，A 二木影，凑一个来。臭逼的来！臭逼的来！
这把我得 C 啊，这把我得 C 啊。神龙看到了内心的风暴，他的力量激发了我的潜能。这把不能失误啊。这个逼好笨啊，你直接往这里跑不就走掉了吗？怎么还要往下面跑啊？脚底下放夹子往前面跑呀，我还能换啊。哎呀，全都是瓜皮啊，这全都是瓜皮啊，咋玩啊。哎，我都把对面杀成这个样子了，他们还在死。这样子玩我很难搞的呀。我就知道你有闪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连赢一夜是吧？李奶奶的，这是神龙的意志。不会再有恶人戏弄神龙，我历史一次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Q 他，哎呀，你怎么二段 Q 都挂不明白呀？我靠，这情况你二段 Q 都踢不出来。我靠，你这把你不赢，你这把不这样操作，你真赢不了呀！我说实话，你这把不这样子搞，你真赢不了。现在一个人打对面两个完全没问题，对面下路这两个人我杀，我一个人杀完全 OK 的。二 Q 必中。小雪接 W 接 Q， 妈呀，早点结束啊，不能拖呀，这些队友真的越拖越没用啊。我感觉我这把得早点把对面结束掉，不能浪。可以打可以打，我无敌奶妈没大。漂亮，我就是要做你，你零杠六我要做。直接拆。一波，我操，没人回来。哎呀，算了。
你这把杀的必须要跟上队友死的节奏啊，你知道吧？真的。这把不能输啊，这把输了身败名裂，这把赢了就是我，输了也是我。加油啊兄弟们，这把拿下拿下拿下，这种局都能赢还怎么输啊？今天直接杀人，现在就开始就直接一直杀人，一直杀人，杀人推打，杀人推打就好了，你知道吧？可以可以，立功立功立功，齐亚娜没大招，立功了。我是神龙的意志，不朽的意志。他们现在上路兵线有压力啊，打团的话我们可能会装逼是吧？啊，你装逼是吧？你知不知道什么是 RQ 必中啊？没伤害呀，你干嘛？先把塔拆了呀，哥们儿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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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我指挥包了，听我指挥这把包赢！哎呀，这是超级兵 ，nice， 漂亮，超级兵！都怕夸我，真的假的？他能夸我，我都没排到他，他夸我。来找奶妈，奶妈在做眼。永远都是 RQ 必中，这是最稳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必要问你非要省大招啊这种的，没必要的。这是最稳的游戏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打龙啊，家人们！这队友是真畜生，完全不想赢啊！二 Q 必中。nice 呀！我靠，这把玩的真是爽！
我谁都怕贼的很多人，无敌，这把真无敌，赢了直接封神，我明天发抖音。给我吃个蓝 buff， 给我吃个蓝 buff， 我无敌。我一招。把他杀了呀，我春哥掉了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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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漂亮漂亮 nice。